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山丘，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战斗。如果不是经历过高三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一天就能写完一根笔芯，原来上课时困意忽然来袭能靠肌肉记忆写完笔记，做过的试卷是可以堆成小山的，课间十分钟是可以一秒入睡的。这一年的你有多厉害，求得了数列，谈得了马哲，外可说英语，内可修古文，上知天体运行原理，下懂有机无机反应，遨游过最多的书山和题海，怀揣着最多的热爱和梦想，看过最漂亮的晚霞，经历着最美的青春。这段闪闪发光的奋斗史，也必将成为你们人生的骄傲。高考在即，再用学过的知识点给自己加个油，阅读写作仔细审题，找对方向，努力就有意义。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，找准规律，提高效率，牢记日积月累的过去式，保持奋笔疾书的进行时，期待合笔入鞘的完成时。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，模拟卷上的错题再看一遍，考试时可别再犯。量变积累产生质变，再多复习一个知识点，冲刺时的每一步都可能改变命运。流水沉积能带来肥沃的土地，高中三年苦读沉淀，高考一定能够梦圆。能量是守恒的，你现在的努力会在考试卷上有所体现。平凡的碳原子却能组成千变万化的有机物，相信自己有无限可能。你相信你岁月不负吗？相信，只要努力，只要坚持，肯定能行。行呀行呀行呀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你们是毕业班，你们现在应该在玩命的冲刺。那些个今天只知道抱怨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，其实是最没用的。尽管走下去，不必逗留着采鲜花来保存，因为在这一路上花自然会去开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也不用跨完前门跨后门看看谁在睡觉谁没听课的，我们互相陪伴的日子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。祝我亲爱的同学们，陪伴我三年的宝贝们，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越来越好。祝愿我们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。越向终点，步伐越坚，已经努力了这么久，你期待的未来正在赶来。梦想中的学校，结局一定是你。2023，高考加油，等你的好消息。